Tirao!哎，几点了哦？还不要起来，要去接下来要迟到了喽。九点多了没？我不要吓我哎！哇，妈咪每次都喜欢抱大叔了，才几点哦？7:30吧，是吗？又要去学校，很累。怎样？考试考到怎样？可以进到science班吗？可以的啦，那也不可能哦，肯定进得到science班的，我可以的。这样很有自信的哦。啊，好了，这样就很好了。肯定可以啊。一切顺利了，进到了理科班，但未来却迷茫。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做导演啊？你要去做导演啊？是，那个是不是一个专业来的嘞？你真正你要去拿那些课程，就是考啊，还是拿那些工厂管理啊，专门去做那个导演？如果考很闷呢，不是很喜欢呢，这不是我想要的 course。但是导演就是要东奔西跑、熬夜什么的。我靠很闷啊，每个女孩子来来去去选的就是我靠太 boring 了，我不喜欢。所以女孩子就必须安安稳稳选实际的课程吗？嗯？老？啊？婆婆跌倒 ？OK， 我先回去，先回去。这边是有黑青了嘞，怎样 ？OK 吧？还好吗？要去看医生吗？不一样的。真的不用去看医生吗？不一样的。每次放学最担心就是婆婆有事情。妈妈为了我们都省吃俭用的，而我总是要经历这些事情，也必须比别人快成长。看到妈妈如此的经济压力，我决定毕业后选了最实际的会计课程。放弃梦想不难，最重要家人健健康康的。别人放学是去看电影，我的节目是回家煮饭。我要进房间。要进房间啊？好，我来扶你。妈妈为了养家糊口，决定也出去工作，而我放学就马上回家煮饭。啊，那什么东西叫我啊 ？OK？ 好。交给吗？可以，好，帮你，我领上去。嗯。有 ，OK。OK。有什么事情你喊我啊 ？OK。我也必须为我未来的规划全部重新计划一遍，包括课程学费，一共要花几年毕业的。计划永远打不上变化。亲，我要小编哦。
哦 ，OK。好了好了，来了。Hello， 妈，什么事啊？哦，不方便回去，现在我跟朋友在外面 shopping 哎。哦。嗯，你多一下，我再看哦，我再看怎样哦，我应该是没有这样快回去绝壁嘞。OK， 拜拜。Organic， 根据。阿明，我要结婚了嘞。嗯？怎么这么快？因为我怀孕了。再怎样，你都要摆喜酒啊！啊！你能结婚一生人一次才可以穿那个嫁衣而已啊！你刚刚毕业，你又这样快结婚了？我要回去婆家了啊，顺便差不多 ready 要生了。OK， 电话联络，保平安啊，有什么自己照顾自己喽。OK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到家了再跟你讲啊。嗯 ，OK， 小心啊，拜拜。亲啊，几时要带小的回来啊？很久没有回来嘞，婆婆想念他们嘞，想你几时要带他们回来？之前结婚还答应讲时常回家，现在你看都没有回来，很忙啊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去婆婆家过年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我们去婆婆家过年啦、啊，拿红包好不好？啊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Go。恭喜发财！新年礼品，谢谢。这个是洗发水来的，哎、okay, ，谢谢。所以你的秀发就由我来照顾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恭喜恭喜发财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可以吗？悉尼，转左左，悉尼转左左。喂，悉尼，转左左，讲恭喜发财，快点。悉尼，转左左，恭喜发财，快点。悉尼，悉尼转左左。给。转左左。喂。喂。喂。左左。大大声，咋咋咋咋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大大声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红包哪来？我的呢？红包来！红包来！红包来！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加多多！加多多！加多多！让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。快点，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。心想事成。心想事成。
要等我们回来，要等我们回来，跟你拜年，跟你拜年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姐们，摇摇屁股一下。Twist。生日而已，好恭喜你发财，好喝爸奶奶。然后摇一下，摇一下。好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哇！好，祝你早日康复，不要想这样多，等我们回来，让我们一起带你去出去玩。宝宝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然后一定要等我们回来 ，OK？ 然后带你去吃好的。然后跟小的一起带你去走走，推着你一起出去 ，OK？ 我为什么每次都在那边动白？你跟我讲什么呢？啊？你们讲完了咯？OK， 好，那我弟来啊 ，OK， 拜拜，接手。好，好，干杯，干杯啊！我屁股够大啊，过一下丢不丢？都你会，阿婆身体健康，好来好起来，看你怎么结婚 ，OK？ 这个哦，我听到要等他结婚嘛，我就觉得我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。当你就是杨红样，等结婚，我也在等我结婚，你看，我每次都等结婚就好了。当婆跟他说你结婚不？没有，你在跟阿婆讲话，你是要等我结婚？啊、阿婆，你也是等我结婚？阿婆不是也是要等我结婚？阿婆也是等我结婚。你要如何去找阿婆啊？你要如何去找阿婆 ？OK 呗。把你被人家带去，被玻璃撞。你要等全部人结婚，然后我跟你讲哦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所以你慢慢等。所以你慢慢等，好啦，慢慢等，慢慢等。等我们久一点，我跟你讲哈。那我们会尽量来，我们安排时间来看，如果可以看，我们就去找你了。真的等我们 ，OK？ 我们一定会回去找你，所以真的等我们回来。嗯、然后一起回去，然后讲好一起回去，要等我们回来吧 ，OK？ 然后要吃多多，要没胃口，不要讲自己没有用。不是啊，不是讲自己没有用啊，是真的讲要减肥呀、啊。真的讲要减肥，那个减肥啊，你讲减是会瘦了，可以讲。你妈刚打字，你怕刚不起来。都不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等，你等家就回去看你。对啊，家就一定看得起你。要这么多在一起，我都回去了。OK OK， 他讲他差不多要回去了，他讲他家这么多，他带阿乐还愿意回家。他回家如果妈咪看不起你哈，就是他来当你了。阿婆，你要有我们的陪伴。阿婆，你一定要懂我。财新年快乐，健健康康，冇谂咁多、大家欢喜，日日开心，食饱就翻，饱就食，快快乐乐，健健康康，新年快乐啊！哇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